to California. I am grateful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its assistance and support provided under the principles of safety, dignity, comfort, and convenience, which ensure the success of this trip. I am especially delighted that the first stop of this visit is Hawaii. I want to sincerely thank 人民台湾的民主是营造国际社会典范，认为台湾的科技甲经济会当帮忙世界进一步发展，台湾的善心呐，台湾的善心，乐善好施。 嘛，受到哈瓦伊，甲国际社会肯定，团结一定会当克服各种的困难。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，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形式纵容支持。 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行径，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，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。我们敦促美方认清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本性，认清台独分裂行径对台海和平稳定的严重危害。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，停止插手台湾事务、干涉中国内政，停止支持纵容台独分裂势力。